好，来这边这边这边。再点这个 ，OK。创建个文件。双击。那就掉三。上面点一下。这个上架一下冲锁。拿上来。把光呢？这里面调那个亮度啊。你调。太亮了，还没有。在这儿。哎呀，偏多少？可以啊，这个。负0.19，负0.7。这偏的很少。三。点亮。我们按了。是不是很快呀、啊？刷刷的一下就完了。我想都可以的，可以啊，关了，不点这个也可以啊，这个直接可以关掉，是这条啊，可以关掉，关掉可以，打，金色一样，我们压去，两位，嗯，跳起来压去。OK。